不要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放我下了，放我下了。你放开我，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要来找我。不要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在我来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我怕我晚来一步，如果你在，我们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没有算到徐伯爵会对顾小姐下手。我以为我瞒得很好，你是怎么识破的？其实那天回家看到照片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那我瞒你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那天你在我家看完照片，突然就不辞而别，我就在猜是不是穆婉婷在相册里做了手脚。所以这些天我就一直盯着他，我发现私底下他和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有来往。我就觉得他们要对我下手了。当我到了码头，正好看到那批军火上岸。我为了拖延时间，把六号仓库和九号仓库的牌子调换了。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怎么办？可是通敌是死罪啊，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？那你就不怕吗？为了你，我怕什么？